不顶，水气就生，舍己从人，舍己从人。We generally we when there's a force we will follow and then we have a stickiness and we don't let go and we don't oppose. Then the other phrases we follow and stretch, we give one's own will and then we follow others. So this is the word of advice from Master Kuo. Because this is not.我说长专题讲座嘛，所以呢，其实这六个字你不要简单，每个字都有它的意思，都有它的意思。好像沾是什么，粘是什么，另外一个粘是什么，一个水又是什么啊？这些以后有机会呢，我看这人民协会啊，或者什么可以多主办一些这样的活动啊，让我们大家可以互相交流啊。There's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individual words, and there'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us to learn together in the future. 好，现在呢，接下来我们就谈第二个课题。第二个课题呢，就什么？太极拳的攻防意识。的攻防意识。这边呢，我也提三个点，跟大家说一说啊。第一个点呢，就是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也说过，太极拳既然名为拳，不是体操啊，不是的，它名为拳，也就是说它有武术的，它是属于武术的一个种类。那么它呢，在招式里面呢，必然有攻防意识，然后练出这个攻防技术，这个第一个可能。Tai Chi is a wushu,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like normal physical exercises, and hence it has the offensive and defensive awareness. 第二点呢？就是通过有攻防意识，记得啊，有攻防意识的这个演练，才能将太极拳的内涵引发出来。如我们的前辈呢，时常有提到，以外形引内气，而后呢，以内气吹动外形，然后呢，以意导气，以气应身。最后达到什么？意到气到，气到静水。那么这里所谓静呢，不是我们，它虽然讲力，但是不是我们普通用的力，普通的力是蛮力，这种力呢是叫做内部的力量，内在的力量，我们简单可以称为叫内静，简单可以称内静。也就是说，通过有攻防意识的演练，那么我们这个就说刚才说达到全面，怎么呢？什么全面呢？就是体意健身，我们可以到体意健身，又可以说练到气功、内壮、练到内壮。练到内壮，然后呢又可以什么积极防身，积极防身为一体的功效。所以同学们花同样的时间得到这么多不同的效果，何乐而不为呢？是吗？大家说说对不对啊？好，所以呢From Tai Chi Bhushan practices, we can get awareness from internal and then right to external, and at the same time from external and right to internal feeling. And with the same amount of time, and through these practices, we get a maximum benefits. This really enhances the way of our health.
其实在很早以前呢，就有一些名家大师就把太极拳呢说有文武三称的说法，称是这个等级的意思啊，这里所谓称就是等级，这个等级呢就上中下，就是你练太极拳的方法练得正确，还有分上中下，当然练得不正确那就不要说了哈。啊，怎么分呢？怎么分呢 ？OK， 他讲文修，文修呢就是体意健身，体意健身，体意健身包括什么呢？练我们内在的意气力，练我们的意气力，意气和气，意和力，意和，就是内三合，练这个意气力。武士者呢，武呢就是练到这个攻防技术，积极防身，同时呢练什么？练外面，练外，练什么呢？筋骨皮。所以以前每次有的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这里讲的气，这里讲的气啊，是我们内在的真气、元气，而不是普通讲的呼吸的那气啊。如果他讲这个要这样呼吸，这个就是说要这样讲，告诉你，那是除非你练到很多，一初学开始的同学们，不要去管气，不要去管气。这是多讲的哈，多讲的，不要去管气，因为拳经里面已经有一句话叫有气者无力，无气者存刚，所以有气没有力，讲的是外气，那么无气者存刚，存刚也不对，为什么呢？我们太极拳是什么呢？要刚柔并济，内外兼修，对不对？而不是单方面的练外形外八卦，这筋骨很大啊，或者练得哎呀呀，也不止哈。所以呢，如果能够练到内外兼修，表里合一，记大成，那就是上乘功夫。So we have three levels of this classification for the Wen Wu level in Tai Chi.So if we talk about the first levels, that's the top levels.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unified comprehension of the martial techniques and the sport theory. That is a rough summary. 好，中称，要提了哈，中称。中称呢什么呢？就是你练体艺，就以体艺健身为主，因为有机会碰到一些老师让你提点一下，你这样而练出功夫来，练出这个技技出来，或者呢你练技技要求这个擒拿摔倒啊这些东西，练到最后，你也可把身体练好了，也把身体练好了，这样的成就呢就是中称，中等的成就叫做中称。For the middle levels, we gain the martial techniques from sport theory and gain the sport theory from the martial art techniques. Yeah. Okay, 下乘，下乘还是有乘，就是还有乘的意思，但是它属于小乘。那是什么？只知体意的体意之文，就是只知道健身，不知道有这个武术的技技，或者一个专门就是练技技，而不管有时候甚至把身体练坏了，那只有武术，那是什么？那是小乘。In the bottom level, we only know the this theory part of it, or we only know the this techniques only. 下来呢，我要做一些举例说明啊，做一些示范动作。但是在还没有做这个示范动作之前呢，我想声明说明一下，我们这太极拳呢，主要的有五大流派，
啊，这陈阳五五术，啊，还包括其他的流派啊，分支啊，那赵宝架啦，傅雷架啦，甚至这个啊，政治太极啦等等啊，这些和氏太极拳呢，这些就是后来的演变的啊，演变的啊，但是大部分呢，我都有涉及，有跟他们接触过，但是接触不深，所以呢，我就不敢乱讲了。所以接下来呢，我的示范动作呢，就以杨氏跟陈氏为主。啊，谢谢大家，麻烦啊，请大家原谅。好，好，接下来我请这个王宝田同学来跟我一起做一些。王宝田。